等我把这种带点肥的牛肉叫做汤肉，哎，这个塑料盖每次都撕不好，挺漂亮的一块肉。这种肉要适合煮个炖。今天我要做一个酱牛肉，这边牛肉不放血，所以浮沫是很多的。这小铁盒超级好用，我觉得它净化心灵的小铁盒。其实我今天可以做酱牛肉，我以前做卤牛肉比较多，网上呢有放很多种酱，然后我今天就是放了甜面酱和黄豆酱这两种，不知道这个做出来的效果怎么样。这个肉煮一个半小时就够了，然后呢我们再烧一个带鱼。哎呀，这个银色的皮今天刮得不太干净。每次做大餐的时候呢都需要统筹规划，先做一些时间比较长的，像烧鱼的时候呢我都是喜欢炖很久，炖到汤汁发白。哎，还漏了一条，直接丢进去吧，我都没煎。现在在德国超市也可以买这种小青菜，在国内这么普通，如果放凉鞋带鱼也好了。炒青菜的时候先放盐，最好青菜一直是鲜绿的，再来一个茄子。又到了每周例行大餐的日子啦，这可能就是生活的仪式感吧。准备开饭。